火加上浓烟，从25号的凌晨一直延烧至今。火势虽被打火弟兄控制下来了，但附近住户的生活大受影响。他家讲，他家讲，第二胸腔有无吼疼？哦，第三鼻啊，甲目睭，目睭有无吼？第一个，咱的目睭受伤最严重，哦，因为这目睭拢生涩。我们会尽快把它完成，这样子，让它减少，把那烟的量慢慢把它减少。所以你们都是24小时都？对对对，我们24小时在这边。都在这边。消防队员连续几天守在火场控制火苗，但因为这几天在台东风很大，助长了火势。环保局去那边测大概是大外星也没有，只有那个一氧化碳，超标。但是这个最主要是说居民会害怕，他看到了烟来，他们就会害怕。好，连续假期，市公所人力不足，因此向慈济求助。志工紧急动员，调配了30张福慧床、毛毯及隔间帐篷，送往安置所。就是掩埋场啊，黑椒爱叶边啊，吼，浓烟吼，呛很呛鼻哦。台东市公所的秘书跟民政科长啊，要在那个资本里的活动中心吼，设立那个临时收容所，请我们支援福慧床跟毛毯。除了协调物资，连续几日志工也为消防人员送姜茶，希望火势赶紧扑灭，大家能恢复正常生活。大爱新闻，郑胜美志工林素月台东报道。